今天是6月19号，父亲节。啊，我们现在所在这条路叫 California Route 1，非常的险峻。看，这就是个 U 型弯。必须要集中注意力，以非常慢的速度才能通过。紧接着，上面又来了一个限速20迈的弯儿，啊，不断有车从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向你冲过来，是吧？但景色非常优美。前一个限速50英里的牌突然就接了一个限速30英里的牌，这路就是这样，哎，非常的 challenging。 这条路是沿着海边修建的，所以下坡，一个上坡，一个限速30的急弯，几乎就每隔一段啊，因为这有个桥，几乎每隔一段都要这个，那边就是大海了，但是现在也看不见啊。手机重心问题，哎，固定不住。总的来说就是这样。